That's a scary party. Hello. Hi. 怎么了？大家见到我笑啊？好久不见。 有没有想确定？有，吃小龙虾。<笑>所以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吃了什么？燕麦。又吃燕麦。你不叫我在你旁边别胖吗？<笑>嗯。光年之外这个歌太好改了，我觉得我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提议。嗯，这个歌是很好。 主要他很好听，谢谢。啊，他每次上去表演之前，都是先发一个自己在家里改的一个改完的版本过来给我听。最喜欢哪一首？双截棍。哇，那当然。双截棍，我是听到 demo 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厉害。那当然。 完全不会担忧，因为它进入状态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会发光的星星，不是太阳。当然，这个和弦是哆咪嗦，可是你要低个音是拉，哆咪嗦里面唱拉是很奇怪的。那你这样啊，就你唱这个不行，这个音也很奇怪，这个起码它前两个音是不打的，是吗？不打。哎，算了，你喜欢就舞台是你的，我又不跟你吵。 我不是一直让你吗？可是每次我也让你啊。你没有啊，我让你，都是我让你。<笑>哪有你让我？你让我干什么？我让你，都是我让你。我不说。就是没让。我让了，但我不说。 我让你了，是吗？<笑>我们前一天晚上还在说改另外一首。我不想让你唱，对，不想让我唱什么？我想让你唱你自己的歌。哦，你最适合。哦，多伟大，真是伟大。嗯，那当然。<笑>